歌完咗 ，PC 真係叻啦！咁啊，掹住個尾嗰個送歌個環節咧，就出現咯喎！我琴晚話過嘅，我記得嘅。PC， 如果你今晚出呢一個 live chat 咧，咁嗱冇壓力㗎，唔好咁辛苦爬起身頭出嚟，咁我就送滾滾紅塵俾你啊！咁而家個滾滾紅塵就滾啦出嚟啦，咁我就好啦，咁我出嚟滾滾紅塵啦。咁我咧，我係守承諾嘅人嚟㗎，係啦，咁啊，係啦。如果唔記得就提我啦，我唔會知乎者也咁樣閃咗。OK， 咁咧多謝 PC 啊，咁啊介紹我介紹得啱啊，個上一次送個滾滾紅塵你就好捧場，咁我咧想起滾滾紅塵，我就諗起你啦嚇，唔諗起林青霞啦，諗起你啦，就係滾滾紅塵。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女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，像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，来意来去难去，俗世在的人世游，分意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牵不愁，把凝属于你的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脸红后的翻云覆雨手，来意来去难去，俗世在的人世游，分意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牵不愁，于是不愿走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青霞攞獎係咪攞金馬影后？應該好似冇攞過香港影后。我記得我都好中意睇佢做《東方不敗之》，好中意睇。咁咧就有一屆好刺激嘅，嗰屆咧就好似有張曼玉有兩個提名，一個就係呢個《滾滾紅塵》嘅女配角，最佳女配角；一個就係林青霞嘅，唔知係咪呢首呢只戲，唔知邊只戲。但係張曼玉仲有一個提名係《阮玲玉》。所以就輸了給阮玲玉，咁咧係啦，咁我就記得啲啦嚇，咁啊大家可以又可以抄嚟講下啦。